今次當然選舉結果是比我哋預期中係差嘅，唔係太理想嘅。但係呢一個亦都唔係我辭任嘅所有嘅原因。咁我做咗人民力量嘅主席係3年多少少啦。咁係自從上次有一個大嘅人事變動之後，咁我就係接任啦。咁呢3年嚟都有好多做得。做得不夠理想的地方，咁呢個係關乎我個人嘅能力嘅問題。譬如喺幾方面啦，喺譬如議會內邊，即係我哋嘅議員好努力咁樣工作，但係我覺得我哋喺社區，譬如宣傳拉布嘅理由啦，拉布嘅效用啦，咁呢啲都係做得唔夠好。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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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